哇，它荧幕真的很大，好像看电影这样。夜办公了，今天来一家很特别的酒吧餐厅，这边有全 KL 最大的卡拉 OK 荧幕，就隐藏在 Tropicana Avenue 的顶楼，有看到吗？ Curious Kitchen， 走咯，我们去放松喝酒。我还是第一次上来顶楼，这边真的是有酒吧。这里是吃西餐的地方，这两家都是同一家餐厅。哎 ，Music Hall， 这里应该是唱 K 的地方，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哇，它荧幕真的很大，好像看电影这样。这边很多食物都是猪肉的，还有黑毛猪，点一下来试一下。这边是开放式厨房，可以看厨师在那边煮。哇，你看很大火，猪肉来了，猪肉来了。如果你们来这边不知道吃什么的话，直接点这个就对了，全部都是猪肉。你看有 bacon 意大利面、猪肉墨西哥馅饼、猪排骨、猪肉香肠，试一下猪肉香肠。平时很少吃到猪肉香肠，这个真的很香。没有吃过墨西哥馅饼哦，看一下。哇，你们这样多料的，你们一定以为这个是牛扒，其实它是顶级黑毛猪扒。你看，还是粉嫩粉嫩的。只有最顶级的黑毛猪才可以烤到五分熟，真香哦！五分熟就是比较嫩、比较多汁，这个比普通的猪肉好吃太多了。烤黑毛猪排骨，这里的猪肉burger很大个，你看有两块猪肉饼，挑战一下一口吃它，先压扁先。它猪肉饼真的是很大个、很厚哦，咬下去很多汁，真材实料啊！想不到这边还有卖福建面，他们用的猪肉是黑毛猪，你看上面还有满满的猪油渣，很邪恶。很有网黑哦，找一下黑毛猪来吃。你看这么大力。大鲨鱼 tacos。This is a sangria。这个sangria酒好香啊。有点像 cocktail 这样，甜甜的，很适合女生喝。吃饱后可以来酒吧这里 chill 一下 ，Cheers。这里的环境真的很适合红酒，这里的 house wine 很便宜，一支只要95块，或者你可以单点一杯，一杯只要21块。